我们今天哈，我们进入到这个AI 时代，大模型时代啊，尤其这个 ChatGPT 大热之后，我们这个华为的盘古大模型将会来助力我们的鸿蒙生态、鸿蒙操作系统，它包括自然语言的大模型、它的视觉大模型以及多模态的大模型，让这人机的交互，让你的工作办公学习各方面的效率、个性化的服务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。我们鸿蒙生态走过了这艰难的四年，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大家不断的努力，回首望去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华为的旗舰手机也在走在回归的道路上。我们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在中国区做到top 穿戴产品已经累计发货这个超过 1.3 亿，市场份额一直在保持第一的市场份额。在中国，我们的鸿蒙生态的数量设备已经超过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7亿台。